我们回到 Canva 这边来了，真的自己来做看看。你看它上面的范本其实超多，你看有简报的，有影片的，好，这是两个各位最常用到的。但是呢，你在社群媒体上有没有很多？好，所以如果你不要很单纯的，我只是贴张照片打个文字，你可以有一点设计的，在这边可以做。另外，人资虽然行销比较少，但是这里也会有需要，对不对？办公室相关的有没有报告啦、规划表啦、信件、履历有没有看到？也有，对不对？也有履历的范本。好，不过这边的范本它比较是办公室比较偏向文件的，好，比较偏向文件的。我的画面它休息了，没关系，换一下。OK， 那我们来看看哦。我们在这边主要就跟各位介绍就是简报跟影片，好，这两种。那这两种它是两种不同模式，所以呢，我们先针对简报的部分。简报其实对各位来讲，我相信已经是熟到不能再熟了，对不对？平常用到的机会非常多。那你老是用 PowerPoint 里面的东西，有没有觉得有点惭愧的？因为那些范本你已经用到快烂掉了，对，那些图库你也都是用到不知道该怎么再换新的。好，那我们里面的东西就非常多。那你可以先从这里，好，我们先用空白的简报按下去。你按下去之后呢，就一个空白的页面出来了。下面这个你会页面嘛？但是重点是，请你看一下我们左手边有没有看到范本。里面有一堆，好，一堆范本。那这里面呢，比如说公司简报不是只有这两个，后面还有很多，有没有？查看全部。所以你可以第一件事情，你要找的，我们就找找看，你想要用哪一种的简报方式。好，你先找找看，比如说我要公司简报，点开，你看公司简报里面有没有非常多？那你就可以找看看哪一个是你比较适合的。好，比较适合的。假设你想要这个，我就点下去了。那一个简报里面会有很多的页面类型，所以如果你要这个，就点给他，有没有就进来了？好，他就把你套进来了。这是第一个我们要做的，你先找到你的范本，好，你想要的。第二个，你们刚刚看到的这个地方，你有没有感觉我的左手边好像比你们多一点点？对不对？你们预设进去应该是四个啦，好，应该是四个。那我建议大家，你可以再多找一个，就是这个样式。那预设它没有出现，好，我先把我的这个先删掉，这个我先拿掉。好，你们原本的应该是大概这几个，那你可以找到这个显示更多。有没有看到这里有一个叫做样式？因为范本跟样式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性。就是这个好范本跟样式，因为呢，这个都是针对整个简报风格。第一个范本是决定你整个的套用的是哪个范本，再来样式是决定你的色系配色。所以呢，你今天我喜欢这个，但是这个配色我不太满意，没关系啊，你就按一下。你有没有感觉？有没有马上就变了？你是不是可以马上看看，哪一个你比较喜欢，是可以换。好，所以它里面的这些东西很多，那所以我先请大家先试看看，好不好？来，我把画面还给你。在大家有挑到一个自己比较满意的之后，那我现在呢就要再做一件事情哦，因为刚刚讲过这两个它就是设定整体的，好，所以呢你必须要先做。那你看它有很多的图库，就在元素这里。就元素这边，那重点是你也可以用中文直接找，好，你可以用中文直接找，好，比如说你要礼物，对不对？按一下，中文找了，那里面的是不是就出来了？所以呢，你要哪一个就给它点下去，有没有？这些跟我们的那个 PowerPoint 一样，都是去备好的，好，它也有一些是属于动画的，丢进来有没有就有了，对不对？
那你可以看到我们在这边哈，哎，如果你做错了怎么办？还原啊，你看上面这里有没有还原？哎，还原在这里哈。好，那你看我点到它，哎，那我现在就有小问题喽，各位，这样子图片有没有挡到我们的文字？请问怎么办？挡到文字怎么办？你们在 PowerPoint 里面有没有上一层、下一层、最上层、最下层？有嘛？所以这里可不可以按右键？当然可以喽。哎，有没有前移后移？所以我把它移到最后面，这个时候就不会挡到啦。好，所以一样的概念，但是呢，你可以像这样做。那重点就是它里面有超多。那么各位，因为你现在用的是免费版，所以也许有些素材你会看到它的右下角这边会有个皇冠，那代表那个就是什么？就是属于付费的。好，所以如果你因为我的已经是升级成教育版的，所以我所有的素材都可以用。那这是一个，但如果你要自己的照片可以吗？或者你自己就是找的图档可不可以？也可以。你看它左手边这里有没有上传的功能？哎，所以如果你网络上找的，你可以直接复制贴上。那为了让各位更方便一点，来，有没有哪位同学愿意来前面一下？有没有哪位同学会来前面？有没有？有没有哪位同学来前面的？举个手，进来，给人家看一下。对啊。可以吗？太好了，太好了。哦，太棒了。来，有看到那一个吗？那个。对。懒懒，对不对？你看他很聪明，知道我们两个在一起。那你要跟他一样举个手吗？举手就好了。对啊，但是你后退，我让开好了啊，我让开。哎，好好。这样可以吗？好，准备了，一二三。没有，没有点到。稍等一下哦。手要这样子。不会。好，再一次哦，你看我让开，他又回去了，对不对？好，三二一。这样，又怎样？有没有？好啊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对啊，你不用举那么久，我不可能让你罚站的，对不对？好，来，请问这一张同学照片，我就先复制起来了哈。哎，对，我把它先盯选一下好了。来，这一张，你想看看这一张，我如果直接丢进来，你觉得可不可以？你觉得可以直接丢进来吗？可以嘛哈？来，我们按右键复制。好，这个我先收起来。Ctrl 加 V， 你会吧？对嘛 ？Ctrl 加 V， 有没有进来了？有。而且它会出现在哪里？上传这里。下次要用可以重复使用。但是这样有个小缺点呢、啊，它感觉有点被虐待，对不对？怎么办？来，如果你有升级到专业版，或者是我们的教育版，其实就内建。云端去背的功能，你看我按一下编辑影像，可以去升级。对，不要客气，我脸皮够厚。他也许刚才会告诉你说，就是不在那个范围，但是他后面还是会允许。对对对，来，你看看这位同学有没有感觉，我们已经可以把它换掉了。同学就不行去背，怎么办？对，佩尔老师问到一个重点了，同学为什么不行？来，所以我帮你准备另外一个好吗？你看我们简报里面有没有叫云端去背？哦，就是用。哎，我们虽然现在你们用的是一般账号，我们就搭配这个。你们可以在家里拍很多动作，然后。对对对对对，这里也可以。如果你在现场不方便、不好意思的话，你回家你怎么搞，我们都不会介意，只要不妨碍善良风俗就好了。好，你点到它，我网址放在这里。好，一样的，它进来就有简体的中文，但是你可以自己翻译成繁体中文都好。那如果呢，你的图片在你的电脑或者手机都可以，各位，你的手机也可以用这网站哦。好，那我已经复制在剪贴簿上，我就 Ctrl 加 V 贴上去。来，你看一下，一样是这一张，有没有这样就好了，对不对？这样会不会？好，那你看它还有编辑的功能哦。你看原图在这里，编辑过的，编辑。好，你看，这样你会做同一个姿势在不同的景点了吗？
有没有？这样你知道什么叫做到此一游了吗？你想要来，来，给你一个机会。来给大家看一下我的手指啊，手指甲，帅吗？我让你有个机会。帅吗？各位，帅吗？你也想拍一张？好看吗？可以。没有，因为现在万圣节到了，这个很适合拿来吓人，有没有？好，给后哦。OK。要跟你入镜哦，还是你要跟我？跟你。好。有这个荣幸跟你拍一张吗？好啊，好啊。请看那里有没有蓝色？好，准备喽！一二，看蓝色那里，看蓝色这里。对，一二三，这样可以接受吗 ？OK 啊 ，OK 啊。来，一样的，你看，我把它复制起来。OK， 来，这一张我先放着，好，先丢下来。好，它不会不见 ，Ctrl 加 V。明姐在干嘛？明姐。所以各位，这种图片可不可以用在你的简报？可不可以用在你的影片里面？当然可以啊，这样会不会了？所以这个服务很重要，一定要会哦。哦，那一样的按编辑。老师，这照片我想要哎。你想要？我简单，我等一下丢到这上面来就好了。对嘛？来，你看我们两个，如果偷偷出去玩，就会变这样。好棒哦！对不对？可不可以上传自己的？这里有没有上传自己的？对啊，哈，这是一个。再来，你都要变单色的，有没有？紫色，来个紫色。我好期待你们的图片哦。好，那如果你变透明，就是要找这个。各位，这样你知不知道以后你大头照去哪里拍了？就自己在家里。不用在家里，手机拿出来，厕所也可以拍，有没有？反正后面背景会自动拿掉嘛。要去灯光美的厕所，好不好？哎，因为手机上自己拍也可以啊。哎，所以真的，你就知道为什么照相馆现在很难生存。真的，他们只剩下最后一个功能，就要洗照片，因为那个拿给他们洗比较漂亮。拍照现在都轮不到他们。好，你看，如果好了，我就可以下载下来，有没有？这样下载下来。好，那我存起来。好，另外一张我也把它存起来。你刚刚做的，他都会帮你继续留着。好。好，你看我把它存起来。那存起来之后，你看我们用在简报里面。如果我是在这边按着拉进来的，哎，等一下，这一张不是它的这个不允许这样拉上来吗？哎，这个真的不允许，好吧，没关系啊，因为没有，因为这是我的档案。哎，对，它要下载。不是，是因为。我没有登录账号的，这个我有登录账号才有修改的权限。好，来，你看了哈，这样子我就拉到这里来，就可以上去了。对嘛？你看，他就在这里罚站的，有没有？然后另外一个同学拉过来，所以你们需要这个图档的，来自己打开这个页面，因为你刚刚打开第五页就会在上面，自己复制下载就好了。有没有复制？然后看你要放到哪里。它有一个会出的吗？我忘记了，好像没有会出的哈。但是没关系，你可以复制完了拿到这里来 ，Ctrl 加 V。你看看，哎，哦不对，这个是我的简报。来，点到它，按右键，复制，回到这边 ，Ctrl 加 V， 看能不能过来。哎，好像不能直接过来，好吧，没关系啦，那我就把那个原始的档案来，我把它贴给各位一下。好，你看一下哈，我把原始的档案，这位同学的，好，翻过来。那你复制之后，你可以贴过去。然后另外一个同学的，比较 OK， 好啦，那我画面先还给你。所以这个云端服务你一定要会哦。不，你也可以自己网络上找的。当然更喜欢的就是你自己拍的。好，那这样的话，你可以做的变化就很多了。